点开饭吧。等会儿我先替你尝尝今天这taco味咋样。嗯，味儿不错。那你快点过来呀，这都给我吃没了。早饭来喽。小胖开饭了。上期视频好多好多小伙伴说想看你挑战一天只吃墨西哥美食，还说只要能挑战成功，他们就带着全校同学给你点小心心。那就搂他。哇，这味儿不错。到了中午要吃饱，就给小胖来一个墨西哥特色美食肉酱玉米脆片。嗯，这也太好吃了，你咋做的？我哪会做呀，这个呀是我在附近一家正宗的墨西哥餐厅给你叫的外卖，而且啊我用骑士卡点的，打了70%呢，还有折扣，我看看。我之前用支付宝搜骑士卡就免费领了一张，这上面每天可以领66块外卖红包，全国超市买东西8折起，每次能省好几十块呢，而且啊买单卖皇冠曲奇才12.9块，还能买2送1呢。那你用这骑士卡给我买点别的好吃的呗。那得等你完成今天挑战我才能给你订。妥妥的。哇，太棒了。到了晚饭要吃少，就给小胖来两根墨西哥烤羊排。嗯，今天吃的超赞哦。